考你一个问题啊，人类为什么会演化出大脑袋？主流的解释是制作与使用工具是驱动大脑变大的关键。因为大约在两百万年前呢，人属物种将石头制成了武器，并且开始狩猎野兽，持续摄取越来越多的脂肪与肉类。于是新的饮食习惯又反过来让人类的脑袋变得越来越大，认知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，最终呢就成为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了。但是它对吗？ 哎、呃，不一定啊，因为事实上制作工具根本就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脑力啊。就在我们身边，有不少的动物呢也会制作工具，但它们的脑袋大吗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如果只是为了制作工具，人类的脑袋根本就没有必要长到这么大嘛。那好，人类的大脑袋究竟是为什么而长的呢？哼，你一定猜不到，因为它是为八卦而长。 这是另一派学者主张的所谓“社会脑”假说，因为刚刚演化出直立步行能力、手握石斧、站在非洲草原上面的早期人类啊，看起来真的是只有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他们体型不够大，脑袋不够聪明，跟其他掠食动物相比起来，简直是弱爆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类想要生存呢，就只能采取一种方法：集体狩猎。 然而，想要随时约到别人跟你一起打猎，你就得先要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结构才行嘛。于是，为了分享和收集讯息，人类发展出语言这样一个高效的沟通手段。为了进行社会性的接触与情感上的交流，我们很早很早就学会了八卦：谁谁谁怀孕了，谁跟谁走得更近了，谁的眼睛最近看不清楚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啊，八卦无罪，它恰恰是把我们变成人的关键因素啦。